都在开始了。等等啦！2月3日，请进入访问出席的国家经济表现检查报告。医生，我系攞国家经济表现检查报告。這個就是香港今年的 GDP 數年結果，香港的 consumption expenditure、investment expenditure 和 net export 都有穩定的增長，至於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增了成倍多。當然啦，有一個好消息同一個壞消息，你想聽誰先呢？好消息啊，你當我聽醫生講噃，十年嚟，不停為香港提高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嘅營養，並提高 entry level 提升，所以香港呢十年嚟都唔錯 economic growth。壞消息咧，就係、是、你人民呢兩年嚟嘅生活質素差咗好多。點解會咁？我明明講提升人民生活質素咗好多，我每日好難先升到呢個12% GDP。No, wrong concept。其实增加12% GDP 的人不是你，是 inflation。作为我哋总统即将进行记者招待会，就早前香港政府大轮发差事作出声明。各位市民，对于我个大量發行抄票嘅事，導致大量市民嘅不滿。我再次重申，只係為咗提高我國嘅 GDP， 從而改善市民嘅生活質素。總統預奏啊！你知唔知道兩年前呢隻鞋只係賣20蚊，但係今時今日佢賣30蚊，同一隻鞋價錢高咗，唔係因為佢值錢。而是因為你亂印銀紙所造成的 inflation。 你看看報告上面寫的 nominal GDP， 即是沒有除了 price level 的影響，這樣就不可以準確地計算到香港實際上製造了多少東西，所以你應該用 real GDP。 今年的 inflation rate 是 10%， 扣除 inflation 對 price level 的影響之後，其實 real GDP 只是升了 2%。OK， 大聲細聲咪又係聲，你憑乜嘢話香港人民嘅生活質素低咗啊？用 real GDP 增長率減人口增長率，你嘅 per capita real GDP 仲跌咗3% 噃，連住都咁困難咁辛苦，你覺得普羅市民嘅生活質素會升定跌啊？仲有啊 ，per capita real GDP 升，唔代表人民嘅生活質素會改善。你望下，你嘅 government expenditure 足足升咗1倍啊！你有你個 GDP 嘅成分咩？喺經歷冷兵器時代、火藥時代、核子時代呢一樣嘢，將會帶嚟全新嘅戰爭模式。佢輕便靈活，殺傷力驚人，仲可以循環使用。而且每個士兵仲可以裝備2隻，簡直係人類史上武器嘅一大進步，果然係神器。好，我買對鞋嘅錢就會計入 GDP 度 ，GDP 一升，人民嘅生活質素都會一齊升。為咗達到呢個雙贏局面，我決定大量採購。邊個？我有興趣同你買1億對鞋。对不住，话秘密俾你听啦。其实我生日愿望就是世界和平，所以我唔会俾你实现噶。等到你喺间做埋坐。其实你呢一亿对鞋啊，用喺军事上面，根本就唔会提高人民嘅生活质素。冇错 ，GDP 系会升。但是市民根本就冇办法得到任何嘅好处。
原来你，我准备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天啊！十不相瞒，我是永忠阿太。永忠先生，你这会要开始了。